接下来是父女俩的告白时间。爸爸，你告诉我好不好？女儿现在长大了，女儿争气也考上好大学了，而且是本一。爸爸，你告诉我好不好？我真的想知道真相的。爸爸，女儿，爸爸对不起。没有，爸爸。妈，别哭，爸爸，你别哭好不好？爸爸，你别哭了。是爸爸没有本事把你的妈妈留住，因为爸爸没本事挣到钱养活咱们全家，他是跟着别人走的，不愿意给我们受罪。可你原谅爸爸了，一直不肯告诉你。爸爸，你还在骗我？没有骗你，爸爸是真的。怎么可能啊？咱们家那小羊没了，那他母羊都会叫。爸爸，你还在骗我？不要死！爸爸，好好上学吧，爸爸不让你学业了。我一定会好好学习的。不要别人瞧不起我们。我不让别人瞧不起他们。女儿生活，女儿生活，我不让别人瞧不起他们。爸爸饶了吧。